人呢？跑了。跑了？跑向宫门。大将军，这次如果你放过他，那就等于纵虎归山。夏侯将军，今日你若让开此门，宫中便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我大魏依旧向上和谐。大将军请。哎，不不不，太傅请。太傅是百官之首，太傅先请。大将军乃辅政之首，大将军请。哎，不不不，太傅先请。不不不，大将军请。太傅请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就联袂而行。好。韩总管，哎呦，大将军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大将军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走了，带你去看看好东西。哎，师姐，你刚才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谁？杨修。学生不敢。一样的身世显赫，一样的聪慧绝伦，一样的胸有大志。实际杨修死了，死在不知境内。这世界很酷。